地表最强，讲完。成为一个，阵间开估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各位观众，地表最强嘅烧肉在此，见到吗？爆晒啲黄蜂皮，见到粒粒粒粒，同埋见到啲肉，我几肥嘟嘟，好多油水，好多汁。切嘅时候咧，唔好咁样切，因为你咁样切啦，你个皮系会出事嘅。通常 ，OK， 转身。而我切咗一嚿，唔記得咗拍添，係啦。跟住咧，你見到啊嘛，啲肉咧仲係好多汁，好多汁，見唔見到？轉咗身啦 ，OK。跟住咧切，大家聽下個聲，聽到嘛 ？OK， 好，再嚟，聽到嘛？係，見到咩叫做皮脆肉嫩 ？OK， 係嚿嚿都係咁噶，皮脆肉嫩。呢個嘢咧其實唔難整，真心唔難整，只不過係需要時間。咁個時間仲係唔關你事嘅時間，即係你係絕對可以走咗去煲劇啦、打麻雀啦、我咁樣梳貓毛啦咁樣。入口係點嘅咧？嗱，大家聽下。地表最強，講完。